大家好，我是叶琳。那我们又再一次回来玩我们这个上次玩一半的空岛地图啦。那我们上次的进度啊，我们获得一个这个盖亚的这个装备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说啊，每一个岛屿都有一个村庄结晶，我们还没找到这个村民岛上的结晶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开始我们的进度前呢，我们现在找找看啊，这个村庄结晶到底在什么地方。突然要我找结晶，我还不知道从何下手啊，因为整个岛都逛过了。那我们出发前啊，还是先来这个喂个动物啊。我们就随便找个地方往下挖吧。哎呦，绿宝石也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有幸运药水啊？那我应该把这个矿物留下来啊。哎呦哎呦，这什么地方？哎，我是不是找到？哎呦，还有钻石哎！哎，苦力怕！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越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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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痴啊！等等等等，你先给我离开！哎，你尊重一下行不行？你的火药来源，我先把它封印起来啊！我觉得他愿意放这个牌子在这边啊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到时候有可能有极高的几率会需要用到火药，避免我们之后啊还需要用到火药，我们就不把这个砖给打掉了，我们就把它封印起来就好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找到了！哎，太快了吧！哎，我才刚下来，那下面这个应该是绿宝石砖啊，我们顺便把它挖走啊。好了。那这边应该就这样了，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是有矿的了。那我们就喝幸运药水吧，直接趁着有幸运的时候开挖一波啊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来找这个结晶商人换这个盾牌啊。我们现在有装有盾了，是相当强势的，还有这个神棍，但这个盾牌有点重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了。那我们再来呢，我们就探索蘑菇岛好了。那我们成功抵达蘑菇岛了。哎呀，这什么东西，下面有个类似名字的东西啊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边有个商人哦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呢、啊？你自闭儿是不是？看这个样子啊，我觉得村庄结晶应该也是在地洞里吧。那我们就寻找看看。我严重怀疑啊，这里根本没有村庄结晶啊！我已经找了不知道多少地方了，我还是看不到啊！我放弃了。我已经把整片山都快铲平了，他妈都天黑了。我大胆推测啊，这个岛屿根本没有结晶啊。那没关系，那我们直接直攻隔壁啊，丛林岛。那你感觉就很危险了、啊，你看看，树藤都蔓延到下面去了、啊，感觉就是一个不好惹的地方。我们直接过去挑战，我们从这边过来是对的，我们直接空袭啊。我们从下面硬刚的话，搞不好扛不住啊，这个血量。先把他们的砖给敲掉。哎，我操！你怎么还可以上来？你怎么还可以上来？我的天！妈，你是弓箭手还是蜘蛛人啊？哎，把砖给打掉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就是要战斗了，我们盾直接给他举在手上。哎，糟糕了，掉下来了，哎，完了，等一下，暂停，人有点多，你给我下去啊！哎，糟糕啦，这个人下去是下去啦，可是我这个血量有点不健康啊，我们现在不能有任何。
好啦，各位，我们又再一度回来啦。这一次是有太阳陪着我们回来的、啊，我们没再给他害怕的。哦呦，我干你娘！哎，很凶很凶！哦，怎么有一只从树上摔下来啊？你很凶，你很凶啊！哎，你很行啊，你很行是不是？哦，还有还有，哦，我看到三块砖了，看到三块砖了。我们先敲砖。扛着扛着。你他妈，你他妈，你他妈。解决掉了吗？还有人吗？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，你懂不懂得礼仪廉耻啊？你要打，你至少等我敲完砖再打嘛。好歹我也是等你生出来才敲砖啊，我算你亲爹啊，兄弟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这就来收拾你。这是遗迹吗？哎，这好像是遗迹耶。哎，可以下去。周围感觉，哎，哎呦，奇怪的木棒，好像神棍比较强一点。哎，谁呀、啊？我觉得这个打不完哎，我们直接下一集好了，我们不管他了。哎呦，这什么奇怪的石头？哎，这个是那个算结晶吗？感觉好像算哎，好像找到了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离开了？等一下，我听到怪物的声音了，这里有相当多的怪声。哦，有没有看到前面有那个名字啊？那感觉就是怪物啊。我们直接不讲武德啊，我们先把这个卸下来，太重了。我们没有要直接这样子慢慢走过去啊，我们直接挖过去啊。哎呦，哎呦，下面有绿宝石哎、欸，他们感觉在守护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他看起来很凶哎、欸。哎呦，还有钻石哎、欸，看起来确实像个遗迹啊。我感觉这不是那么好下去哎、欸。看一下我们其他的路啊！哎呦，那个是生怪砖吗？哦，原来是有生怪砖啊。我先设法溜过去。糟糕啦，这怎么办？这咋玩啊？哎，等不对不对，这怎么玩啊？我靠腰，这怎么玩？他妈里面一堆丧心病狂，这边给我转圈圈。而且那个里面看起来那个穿的是钻石装哎、欸，那个是 BOSS 是不是啊？哇，你还有 BOSS 哇出来啦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遗迹坛主，对啊，那个是 BOSS 啊。哦，原来这边有生怪装，我直接给你敲掉啊！敲完你妈直接不扔的你。哎、欸，搞群居啊，有没有人管一下？你们有没有实名制啊？这 boss 很硬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 boss 很硬。我干，你还拿钻石剑，你很强哎、欸。啊，管你是 boss 还是什么、啊，你站在这边，你就是注定被我打烂了。哦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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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哎，怎么两只啊？我的天！那正常逻辑不是一个点一个 boss 吗？我觉得我们需要设法到另一侧去啊！没错没错，我们需要靠一些智慧，不要跟他们硬碰硬啊！好像有点暗呐、啊，我们先去找另一个砖的位置。
到了吗？另一个砖在什么地方？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再就是给它直直挖下去啊。总算给它破掉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啊，还有一个砖。完了完了，死定了死定了！抱歉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原谅我原谅我，我干你娘鸡掰！